Podcast。
test test。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的心灵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今天，当我们一起聚聚，为我们死去的亲朋戚友祈祷的时候，我们知道追思已完结。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庆节，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达到永生。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失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仁慈地垂应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坚信你的圣子从死者中复活，也让我们对所有去世的兄弟姐妹们的复活怀有真切的期望。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后书。
弟兄们，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地上帐篷式的寓所拆毁了，我们必将由天主获得一所房舍，一所非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的永远寓所。所以，不论怎样，我们时常放心大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几时住在这肉身内，就是与主远离。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凭信德往来，并非凭目睹。我们放心大胆，是为更情愿出离肉身，与主同在。为此，我们立定志向，或住在肉身内，或出离肉身，常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都应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使个人借他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领取适当的报应。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宝藏，我还害怕何人？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凝视上主的美善，参拜上主的圣殿。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上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声，求你怜悯我，扶允我。上主，我切望瞻仰你的慈言，求你不要转面不顾。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在主内死去的是有福的，现在他们在劳苦之后已获得永远的安息，因为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所记载的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向群众说：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
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以外，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自行我的旨意，而是为自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常说，仰赖上主的仁慈，跟着我们对天主的仁慈，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希望，因为天主是满怀仁爱的。这也是我们做天主子女的最大的幸福，因为借着天主的仁慈，他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支柱，尤其是当我们遇到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比如生离或者死别。有人说，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之苦的人，不算真正尝过人生的滋味。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在我们痛苦，在我们面对死亡的当儿，我们相信我们必能见到仁慈的天主，经验到他亲自的扶助，他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忧伤，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绝望的当儿经验到他的触碰，经验到他的仁慈。因此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亲友和许许多多先我们而去的人的当儿，在我们庆祝这个为亡者奉献的追思弥撒的当儿，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让亡者得到我们祈祷的援助，借着我们的祈祷，借着我们的弥撒，他们得以净化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早日回到天主那里。第二，我们借着奉献追思弥撒，我们希望让生者获得希望的安慰。而且我们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互相配合的，因为就好像昨天我在庆祝诸圣瞻礼的时候所提到的，我们借着为死者为生者的祈祷，我们相信教会借着诸圣相通功，让我们在主的爱内合一。因此今天在我们为我们的亲友，为教会的那一些先我们 离我们而去的兄弟姐妹祈祷的时候，我们记得天主的仁慈。今天的答唱有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告诉我们，天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支柱，因为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看到天主的美善，我们经验到天主是我们的光明，我们的救援，我们不需要再畏惧，不需要再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一出来，我比较注意我们说我们做的那个祈祷的小花园，我觉得这个布置带来那个我们对生命对死亡的看法。因为每一个我们所点燃的蜡烛就是一个希望，这就是我们对永生的希望。我们所奉献的为所有去世的亲友所奉献的这个小蜡烛所点燃的烛光，就是反映我们基督信仰对永生的希望。永生就是像那一根蜡烛的光，是充满着希望，是充满着天主的仁爱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庆典，这个纪念日，不是一个伤感的庆祝，可是它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可能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一个昨天我们庆祝的完美永生的境界，可能我们还在路途中，可能有许许多多离我们而去的兄弟姐妹还在那个旅程中走向那个永生的生命。可是就像蜡烛的光告诉我们，这是充满希望，这是充满光明，这是充满肯定的。因为就好像今天耶稣在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凡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凡父交给我的，我要连一个也不丢失，把他带回到天主的怀抱。因此今天我们的庆典，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除了为亡者祈祷，我们更为生者祈祷，希望我们在这个旅程中可以做好这个准备，可以充满着信德的期待。我们终有一天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一个也不会失掉，我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回到天主的永生的国度里。所以今天的庆典是一个信德的庆典，今天的庆典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庆典，这个庆典也是一个永生保证的庆典。请起立，我们为我们的各种需要祈祷。我们求天主降福生者死者的需要，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继续前行。主，求你赏赐普世教友信德坚固，精诚团结。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主，求你安慰忧苦中的兄弟姐妹，辅助他们。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主，求你收纳已亡诸亲友恩人与永光之中。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主，求你安置已亡信友灵魂与永赴天乡。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现在让我们为各自的意向默祷。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天主，我们满怀信德，把我们的一切需要都呈现给你，求你降福我们，引领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求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你圣子的大爱使我们彼此，并以王者借今天举行的圣事结合为意，求你垂顾我们所呈现的礼品，使所有业已过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荣耀地进入你永远的天国。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在基督身上有了光荣复活的希望，我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因永生的许诺而获得安慰。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而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得永远的天乡。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万物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万物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生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以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请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来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林祖勇。上主，我们为纪念亡者领受了基督的圣体圣血，求你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为以王信众举行了基督的圣死复活的奥迹，求你恩赐他们进入平安与天光明的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安慰人的天主以自己不可言喻的慈爱创造了人类，并因他独生子的复活恩赐信众复活的希望。愿他降福你们，坚强你们的信心。阿们。愿上主宽恕你们，
宽恕我们生者的罪过，并使所有亡者获得光明与平安。阿们。我们相信基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愿我们众人常和基督一起幸福的生活。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Yeah.